在厨房，那简直是在考试，你知道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都没有变出东西，然后他们材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也伤透脑筋，但是还是做出来了。然后我觉得另外第四天啊，因为他要我们做一两百份的点心，所以我们很多各桌伙伴跨组赞助，对对对。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上课，他们是来学的学生，什么免费教学。他们很优秀，每一个人都要打一盆，然后每一个人自己去接送饼。所以那个是额外的，那是额外的另外一种经验。然后跟他们互动。树上真的是他一开始就主动要做点心给他吃，我说我们不要去影响修女，就没想到修女就主动讲，对啊，这个都是真的很多意思。神听到了这个说法。对，好，我们先跟婉展览莎莉，莎莉展示啦，莎莉走秀。这件是他们买的最贵的一件，最贵的。